出发哦，这周上劳力哦，总共有三个班哦。小朋友在操课的时候啊，请注意安全啊。那我们记得哈，超车我们没有水沟盖过弯板哦，我们不能踩到水沟盖哦。我们从外侧超车，那什么时候超车，什么时候 timing 啊，自行决定。啊，目前呢，三个班的策略好像都差不多啊，用大部队的方式在前进。领先带队的是六年丁班。哦，请赶快显灵啊！亮橘色，没有，六年乙班已经有人按耐不住了哈、破风手已经提前出发了。好，目前第一圈跑完，进入第二圈。哦，那个白底哈、黄衣哈、看起来很亮眼哈、六年乙班啊、但是我们是要看最后一个哈。六乙的最后面的哦，被夹在大部队的中间哦，想办法自己脱裤的啊，夹在里面的人不会让路让你出来哦，自己找缝隙出来哦。好，我们六连丁班的大部队哦，一样非常的稳定的啊，站在中间。可是我们看到六连乙班哦，体力增加很大哦，很多人跑到前面去了。好，两圈跑完，第三圈，今天天气寒冷啊，对小朋友的体力是一个很大的考验，平常跑没有那么冷啊。好，那个大会报告，请御用摄影师威仁老师，请到我们典礼台，我们有男 model 要拍照。御用摄影师威仁老师啊，你到典礼台，不是拍我的哈，不是拍我的。好，我们领先的选手，我们最后一圈啊，即将刚到最后一圈。对，好，领先的选手已经到最后一圈了，铃声响起。好，我们六连丁班一样是大部队啊，但是有人落队的话，加油！好，我们看一下六乙啊，六乙的最后一位啊，一样跟六物的最后面啊，始终纠缠在一起哈。追圈的啊，不用演了啊，卖个 N 啊。六年乙班哦，冲很快哦，谁也不让谁哦，六年乙班率先抵达终点，巾帼不让须眉哈，好，终于追了，六年乙班哦，爱冲啊哦，好，我们看一下。现在六乙跟六物的最后一位小朋友，六乙最后一名，也即将要冲线完成比赛了。好，六乙率先完成比赛，再来是我们的六年物班，六丁加油，加油！好，六丁也完成比赛，我们还有一个好拍谁哦，我的焦距哦，调得很短哦，阿哥无啦哦，右丁还有，我们加油一下好不好？鼓掌一下好不好？加油！加油！每个完赛的小朋友都是最棒的哦，800分。